少年快乐，妮妮你好。你好，见到你真高兴。说话，唱首歌吧。妮妮，我们一起来唱。好啊，唱一首我们最喜欢听的歌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喵！好帅。问的话，你跳舞身上问没有？等着他俩跳完了。今年是什么年？哈哈，妮妮，我早就开始准备聚会了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去年的香港聚会很好玩呢。中国的朋友友善又热情。问他，他问他。我已经邀请他们一起参加了。那我该穿什么参加呢？当然是中国的旗袍了，你一定会很美的。嗯，抱抱我吧，米奇。没有洗澡，不能抱抱。我靠！请说大声点可以吗？我爱你。 I love you too。 那个你不想。你真漂亮。哇，你在说我吗？ You're great。 米妮呢？就你不反应。跳个舞吧，米奇。米妮，我们一起去打网球吧。我去邀请戴斯和唐老鸭。你来地，我们会找冠奇已经咬着我们的球拍了。 OK, let's go。 妮妮，我们一起去打网球吧。我去邀请戴斯和唐老鸭。你来地，我们会找冠奇已经咬着我们的球拍了。 OK, let's go。 我有一个秘密，告诉我吧。我用米奇妙妙屋神秘咒语和你交换。我不换。我要洗澡，不能抱抱哦。就带我去探险吧。米妮，你的旅行计划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去北京看比赛吧，我一直很想去呢。你怎么不跳啊？这就跟他自己反映的，要不就单独吧。我不开心。米奇，让我们来逗他开心吧。让我先看看土豆工具箱里有什么。土豆！哇，那不是神奇披风吗？我就用这个表演空中飞人吧。好的。好，录完了，录完了。好啊，你那么可爱，我当然愿意了。关了吧。等一下，一二。